妈妈，我舅来了。啊，我舅来了。来了。哎，太傻了。哎，你拿东西干什么？家里啥都有。也没买什么，我就买了点水果，买了点海鲜啥的，给孩子吃。家里有，快坐吧。好，坐会儿吧。打电话叫过来干啥？打电话叫你过来干啥？那个，你不是说？舅舅。嗯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真疼你舅舅哈。啊，疼你，不疼我。那个，嗯，你不是要上校长他家去吗？嗯。你上校长家是明天去吗？明天早上去啊。是明天早晨去啊。那你东西都买没买嘞？还没买嘞。那你上哪买啊？咱明天去了，你也没买嘞。我寻思就晚上买了。晚上买。我寻思晚上上超市，一会儿不买完了吗？那还买个差不多的。嗯，行。啊，我知道啊。买点好的那东西、哎。我是那抠的人吗？咱家拿给人家拿点好的。啊，我知道。啊。你这第一个重要节日的八月十五的去，那个别太寒酸了，拿东西啥的。嗯。长点眼力劲儿，嘴甜一点。嗯。啊，勤快着点，给人帮忙干干啥的，这个农活应该也有了。哎，我勤快，我上哪我都勤快呀，我那有那懒吗？我心目在你心目中我就那懒。那是，给俺家可懒可懒了。切。倒杯水都叫恁外甥，是不是？他外甥。那他外甥给舅舅倒杯水，他还不应该吗？应该，是你太懒了，啥都指使恁外甥干，到人家可不能指使人家干，我跟你说啊。那肯定。勤快点。行。嗯，对人家笑笑好的点儿。怎么看你视频，你对人家感觉都，你说话那冲啊。我没冲他呀。会那种温柔一点吗？我感觉我没冲他呀。反正是那俩，你说话以后说话做事对人家好一点，然后勤快着点，上他家帮忙打扫打扫卫生。看他上班累了，给他买点饭，或者给他做点饭，买点菜，买点水果。他想吃啥，买点啥，看看，啊。嗯。说话也是注意点分寸。啊，恁俩都好好的，走到一块儿也不容易。咱家给他家两边父母，都不反对，都挺支持恁俩的。嗯。所以恁俩一定要好好的相处，好好的。对人家，真心实意的对人家，知道不？双方父母都同意了，那俩再看看。如果要是你还是再处不好的话，你家得好好的反思反思你的所作所为。啊，我知道。是不是？嗯。啥做啥事情不要自以为是，你以为什么？有什么事不管大事小事，两个人商量着来。你不能说，哎呀，这个小事儿，我那个自个儿做主了，那不行，必须得两个人商量着来。别大事小事，你别老是觉得你以为这样要做，是不是？你听听笑笑的意见，你俩商量着来，看看这个事情怎么做。买东西也好，办什么事儿也好，都要商量着来，知道不？嗯。现在不是你一个人了。现在是笑笑那俩现在在处，所以啥事儿一定要那俩商量着来。行。我虽说没见过笑笑吧，但是搁视频上我能看，我觉得笑笑这小女孩挺好的，挺善良的，挺通情达理的那种，知道吧？如果这个再处不好的话，你真得好好的反思反思，你有啥毛病，知不知道？嗯，我知道。不要大男子主义，现在啥事儿商量着来。女的想的肯定比你想的要心细一点，你知道吧？男的就是想的可能比较简单一点，你知道吧？啥事商量的来，你来商量的看看怎么弄。别每次我说你了啊，好好好好好，完了呢你到回头还是一样。你不能不说这边听那边冒出去了，哪能行？你听到心里边去，知道不？包括笑笑跟你说啥一样，也是一样的，都是对你好，不可能去害你，知道吧？嗯。
你要听进去，好话一定要听进去，分析分析，脑袋转转圈，分析分析，别人说的对不对？哎，弟弟。嗯。你过来把这个，哎呀，笑了，干嘛那个？总之你给他那个说过去吧，我也不过去。你弟今年第一次上他家去，然后那个，咱父母也没在这儿，你回来。我买去了。你买是你买的，我。我买是我买的，我今儿中午上超市了，然后买点，咱父母也不在这儿，你这第一次这正儿八经的把手术做起来啊，然后见那个小伙他父母，我意思意思，表达一下心意，你帮我给他那个送过去。我买就行了呗。你买是你的，我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嘛。你回来，你看看那个，你再买点别的，买点啥，看看。哦。行吧。行。嗯。我也不知道买啥，也不知道他父母喜欢吃啥喝啥，反正是一点心意吧。哦。好。行。啊。啊、嗯。我说你别走了，我去做饭去。吃点啥去了？我买了海鲜，把海鲜炖了的。里边好像还有点肉嘞。嗯。我买了点儿什么？哎呦你，爬虾。爬虾啊！哎呦我天！还买了点儿，嗯，还买了那个扇贝。扇贝啊！把海鲜。我冰箱还有点肉。嗯。把肉炖。不用做太多菜，就是简单的吃点就行了。嗯、就帮你妈妈做饭去。我不会做。快点。你去。我不去。你去给俺先练练。对呀、啊。然后我就过来跟那个阿姨做的饭。是阿姨吗？舅妈。啊。舅妈，妈，我说对不对？对。花灯遮蜜蜂台，海鸥飞向那大海。如果爱就深深爱，不爱就走开。